我在打宋云画的时候，你打我，是你先打我，你先打我，我才打你。我是挡你说你不要打我们家云画。干嘛啦？不要送礼物了，是啊，不要关系。那是戏剧效果。王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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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回应。先打你，有你拿子弹打我。我先下车去，我先去开车，然后你来打我呀。然后就一直打都没停，刚打到我下车，你还在打我。因为我想把子弹用完。你打了两把枪都没子弹了，你还打我？第一次没有两把枪，第二次才两把枪。你加起来有两把枪？我加起来三把枪。我在打宋云画的时候，你打我。是你先打我，我哪先打？你先打我，我才打你。我是挡你说你不要打我们家云画。那你有打我？我没有打你，我把你推开之后，你就拿枪对付我，然后我才很生气，说你为什么要打我？我才拿枪打你。干嘛啦？不要送礼物了，吃饭。啊！不要关系。那是戏剧效果。我突然发现这个行程跟我们家小时候的生活有一点点像。过年的时候家里来客人，我妈妈会就泡茶，有花生米、萝卜干、黑芝麻，会弄半杯，然后冲茶叶，那个可以吃饱的。它其实原料就是擂茶的原料。现在外面还有这种，就茶里面放很多这种可以吃的东西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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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就是快变成擂茶。擂茶那是茶叶，它没有加其他的料啊。有擂茶有，就是要你对有花生，有坚果类，然后要捶，然后变成糊糊这样，对不对？糊的。对，大家做点体力活，好不好？手的体力活。我们来到这边木雕厂，可是没有来木雕，可是去擂茶，这有点可惜。你在追我们的导游吗？喂，朱比啊，电话又来了。哎，他，你的药有带吗？你留下来吗？没有吃好，也没有吃饱，所以他在车上一直弄我。王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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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回应。没有睡饱会有起床气，没有吃饱会有吃饭气，所以我就认了，今天就随便他这样。到了到了、yeah 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我这里有钱，因为第二天而已。对，这是车站。哎，我们待会再进去，要进去看吗？好啊，好啊。想看车站吗？哎，后面有小火车哎，来吧，来看一下，来。哦，很多人哎。